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Enzo. 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视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The Nike Lab Hyperdunk 2017 Flyknit, AKA 穿上会飞的篮球鞋, AKA 可能是年度最强的实战测评。Alright, hold on. 我知道看到这应该已经有很多键盘侠还有喷子准备好了你们的键盘在我的留言区里黑这双鞋。但是我在这里请大家手下留情，而且我还要郑重地告诉大家我是认真的。这双鞋我毫不犹豫地说是我个人2017年到目前为止今年最喜欢的实战篮球鞋。我刚入手这双鞋的时候，我在虎扑装备区发了一篇实战简评，那也是这双 Hyperdunk 2017 Flyknit 在虎扑装备区里面的首发测评。在那个初测简评帖里面呢，我给这双鞋以非常高的评价，但是底下有很多网友就说，哎，这是托吧，啊，哪哪都好，啊，什么什么都说得很完美。我只能说我哪里有说这双鞋哪哪都好，而且也没有人给我钱，我为什么就成了托呢？我只是想作为一个喜欢打篮球的喜欢做球鞋测评的人来说，我当然是希望当我碰到一双真正好的球鞋的时候，我可以把它的好分享给大家，也鼓励大家去体验一下这双鞋。我觉得这对我自己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不理解为什么有很多人一旦碰到新鞋碰到新科技的时候就采取一种非常消极非常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类似那种希望品牌搞砸希望买鞋的人都是傻叉。所以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不是任何品牌的托，也从来没有任何品牌给我赠送过任何的运动装备产品，所有的鞋呢都是我自己花钱来买的。我测评最大的宗旨就是通过我自己对一双实战球鞋的主观感受来尽可能的客观的描述给大家，为大家做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为大家选购篮球鞋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当然了，以我个人的能力的话，我肯定也是产量有限，如果有哪位朋友愿意提供给我球鞋上面的帮助，或者是哪些品牌或者店铺愿意帮助我赞助我的话，我当然也是欢迎的。但是即使无论什么形式的赞助让我拿到鞋子做测评，我都会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来做的。好了，现在抛开种种的杂音不管，我们来回到这双球鞋本身。首先老规矩，我们来看鞋底。一看到这个鞋底，马上就让我想到了之前的 Nike Kobe 9。这两双鞋的鞋底呢，采用了虽然是不同的纹路，但是它们的原理几乎是相同的，都是采用了类似圆圈的纹路，加上一些仿生的纹路设计。它在鞋子的后跟还有外缘，包括中间的位置，设立了几个圆心。这几个圆心呢，也是这双鞋外底抓地的重点，尤其是中间这个圆圈的部位。这个圆圈部位踩上去真的是非常扎实，抓地力非常非常优秀。而且在纹路的方面呢，它对于上一代 Hyperdunk 2016也做了一些改进。我们可以看到在2016的鞋底上呢，它做了很多这种相对独立的条纹，这种纹路抓地效果很好，但是它的缺点是容易折断。但是在2017上，它在边缘改变了橡胶的角度，它边缘部位的橡胶也是随着鞋底的上方而向上。这双鞋在抓地表现上几乎是完美的，唯一的小缺陷就是它的外底比较容易吸灰，但是吸灰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在内场打球的时候只要时常用手轻轻擦一下鞋底，它就马上会恢复完美的抓地力。而虽然它的材质耐磨性还不错，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穿它打外场，尤其是条件比较差的塑胶或者是沥青水泥地面。如果条件比较好的外场塑胶地面的话，我觉得其实还可以。整体来讲，这双鞋的抓地是非常强的，非常类似于 Kobe 9，穿过的都知道科比九代的抓地力也是非常出色的。在我心目中最强的抓地的几双鞋就会有 Kobe 9，Jordan 28，现在又加了一个新成员 HD 2017。接下来来到中底的部分，说实话中底的部分真的是很难讲很难讲，我不知道怎么讲才能让大家充分理解这双鞋中底的感受。那么先来介绍一下中底的配置。中底它采用了全掌内嵌式最新 React 缓震科技，这是一种泡沫材料缓震，外边呢包裹了 Phylon 材料，所以大家在外面看到这个灰色的部分并不是所谓的 React 是在外面看不见的，如果你掀起鞋垫的话，在注胶孔里面可以看到 React 科技，它是白色的。然而这个最新的 React 科技表现到底怎么样呢？这个真的实在是太难讲了，不过我还是从我自己的主观看法出发， React 是我
觉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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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的一种中底科技。在我的心目中呢，它现在应该是我最喜欢的材料缓震。我对 React 的喜好现在已经超过了全掌 Boost。那么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缓震科技呢？现在我就来详细的和大家聊一下这双鞋的中底性能。首先在刚穿上这双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双鞋鞋底偏硬，你在不运动的时候去踩它的鞋底，你并不会感觉到明显的软弹。你在实战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中底非常强的弹性和反馈，而且是一种非常非常有韧性的弹，反应呢也是非常的灵敏，场地感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要强调一下，我说的这种场地感好，不是因为鞋底薄没有缓震的那种场地感好。这双鞋的中底在你打球的时候不会像Zoom 或者 Boost 一样产生非常明显的形变。虽然这双鞋不是靠踩屎一般的软来取胜，但是我在运动中的每一步从来没有感受到过震脚的情况。而且之前大家都在说 React 是一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踩开的球鞋，而且踩开之后会有惊喜。这双鞋我买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穿它实战差不多六次，每次时间都很长，强度都很大。我觉得我集中穿这么长时间，应该把这双鞋的潜力已经发挥的差不多了。我觉得 React 毕竟是一种材质缓震，给它踩出惊喜的可能真的不是很大。我穿了这么久，的确这双鞋有一点被穿开的感觉， React 的软度和弹性有那么10%的提高，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再大的改变了。然而有很多人可能会质疑说，我对这双鞋的评价也是场地感好，反应非常迅速，这些形容词是不是就是代表这双鞋鞋底很硬？然而我只能说真的不是，这双鞋缓震真的非常的够用。同时著名的鞋评人协会老师 shout out to 我的好大哥协会，他也刚刚参加了 Nike Hyperdunk 2017 Flyknit 在北京的试穿活动，他也跟我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他也对这双鞋的中底表现非常的肯定。而且我还看了很多国外的测评，他们也对 React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没有人说它的缓震是不够的。而对于2017这双鞋，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试穿，而且最好不仅仅是试穿，因为试穿你也不能完全感受出它的实战性能。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入手一双，然后去实战一段时间，好好感受一下 React 这种科技和其他科技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真的只有你打过球才知道，你才会理解我刚才说过的那些话。所以不要不明真相的上来就黑。接着这双鞋我还要跟大家聊一下缓震这个词。缓震当然了是球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性能，在很多篮球或者球鞋的新手当中呢，他们都觉得球鞋的缓震就是要软，就是要弹，就是要像弹簧一样或者像踩屎一样。然而缓震科技作为性能的一个方面，它不仅仅是吸震和冲击保护这么简单，其实这项指标真正的含义应该是中底性能。一个中底的性能也会分成不同的方面，其中吸震能力是中底性能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在打球的时候，我们不仅仅需要这一部分的性能，我们更希望我们球鞋的中底可以有一个流畅的过渡，可以有一个非常灵敏的反应性和超强的回弹性能。事实上，一个球鞋中底性能追求的目标并不仅仅是软弹，它更重要的目的呢是成为你脚掌外底的一种延伸，从而可以完美的配合你在球场的每一个动作，达到精准的缓震还有回弹，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一个球员的跑动和跳跃能力。然而目前在中底科技方面，把缓震、回弹、配合脚步运动和流畅过渡等方面结合的最好的，可能就是这双搭载了 React 科技的 Hyperdunk 2017。而且我觉得 React 这种科技应该适合各个位置的球员，尤其适合一号位到三号位的外线球员。所以这些外线球员，我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这个缓震科技。不夸张的说，我试过市场上目前所有的主流缓震科技，在其中呢 React 是最独树一帜的一个。听我吹了这么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 React 这种科技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呢？如果还没有的话，那我就做一下简单的横向对比了。目前来看呢，与 React 科技性能比较接近的应该是 Adidas 的 Bounce， 但是很明显呢，在反应性的方面 Bounce 要远远不如 Nike 的 React， 尤其是在前掌的部分。对于 React 这种科技，如果你是一个会打球的人，有一定的篮球水平，而不是完全的初学者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会在实战中感受到 React 这种科技的魅力。
但是反过来，如果你的打球风格偏向于养生篮球，没有什么强度的话，或许那些非常软弹的球鞋更适合你。然而 Hyperdunk 2017毕竟试穿感觉偏硬，如果你只喜欢像 Adidas Boost 或者是 Nike 全掌 Zoom Air 这种中底形变非常明显的缓震科技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喜欢 Hyperdunk 2017。不过我还是建议你们去试一下这种新科技，也许会改变你们的看法。毕竟我个人当年也曾迷恋过 Zoom Air 这种弹簧一般的感受，也曾在 Boost 这种软沙发一样的缓震当中不能自拔。直到我个人球技的一步一步提升，也穿了更多的实战球鞋，我终于知道什么样的中底科技才是最适合我的。现在回到我个人主观的看法，美中不足的话，这双鞋的 React 材质稍微薄了一点。当然了，毕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科技，也不能对它的要求太高。但是在这双鞋中， React 已经展现出了它强大的潜力。其实我更期待的是 Nike 能在未来拿掉 Phylon 的外壳，而采用一个全掌 React Cushion。而且到时候 Nike 全掌 React 中底的性能很有可能全面超越 Adidas 的 Boost 中底。缓震方面说了这么久，终于到了下一个环节了。下一个环节我们来聊一下它的材质。它在鞋头部位采用了类似科比11代的结构， TPU 材质穿过鞋面，但是不像科比11代的球鞋鞋面那么硬。 Hyperdunk 2017里面，它在鞋头下面并没有沾一层非常厚的胶水，还有坚硬的尼龙材质，它的鞋头也是非常软的，不会产生顶脚趾的状况。鞋面两侧的中部采用了一种全新结构的 Flyknit 材质，它上面呢是把 TPU 线和尼龙线编织到了一起。仔细看它的鞋面，可以看到像锁子甲结构一样的 TPU 一圈一圈的绕在这里，但是好像在摄像机上非常难看清楚。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虽然在屏幕上看不太清楚，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拿到实物仔细看一下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在我看来，它的耐磨性更强，而且在不牺牲支撑性的情况下，免去了过多的胶水和尼龙材质，从而在支撑性、柔软度和耐用性上达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在鞋面的部分呢， Flyknit 和 TPU 网布融为一体，打造了一个有弹性又透气的脚背结构。同时 TPU 的材质还出现在了脚踝后面跟腱的部位。它的鞋舌也很有意思，采用了一个非常高级的翻毛皮材质，还可以看到用手碰它的时候它是会动的哦。在材质的选用上我也非常的满意，我觉得这是目前在篮球鞋上最好的编织材料。球鞋的重量 44.5 码，单支的重量是395克。对比一下前作 Hyperdunk 2016 44.5 码，单支的重量是435克。下面来到包裹性和舒适性。对我个人来说，我在这双鞋上感受到的是一个完美的包裹性，我挑不出任何的毛病来。而且内衬的材质非常舒适，鞋面的 Flyknit 也非常的柔软，不会发生像前作2016 Flyknit 鞋头过硬，脚趾会顶得非常痛的感觉。整个鞋里面没有任何的顶脚、卡脚和磨脚的地方，非常非常的舒适。由于侧面动态飞线的帮助，整双鞋在中足的位置包裹得非常紧，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脚后跟处，这是一个全新的设计，之前 Nike 还有其他品牌也做过类似的后跟的设计，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样把编织材料和塑料联合在一起，在这里做一个小开窗。这个设计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它的脚踝部位实际是非常的薄，但是它起到了很多非常厚重的鞋帮，比如前座 Hyperdunk 2016 都没有起到的对脚踝的贴合效果。由于这个小窗口的存在，大家可以在我的视频里面看到我的脚踝在做屈伸动作的时候，上面这一块 Flyknit 材料可以一直非常紧致的包裹着我的脚踝，而且我的脚在移动的时候非常的自然，后跟跟腱的位置非常的舒服。鞋帮的这块材料在横向是不能被拉伸的，是没有弹性的，然而在纵向的部分它是有一定的弹性的，搭配前面的鞋舌还有鞋带，在勒紧的时候它可以把我的脚踝非常完美的包裹住。这种新的结构和最近流行的袜套鞋帮结构相比，在舒适性和包裹性方面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它所能提供的稳定性还有包裹感是袜套结构完全不能比的，所以 Nike 的这个设计给个好评。
在尺码的方面，由于这双鞋的鞋型比较扁而且比较窄，所以我建议大家买大半码。但如果你的脚像我一样比较偏瘦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按正常尺码购买。接下来说一下支撑与保护性。在球鞋的中底内置了一个强度很高的 TPU，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抗扭转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足的强度还是很高的。球鞋的后跟采用了传统的内置 TPU 支撑，就在脚跟的上面呢还加了一块比较厚的海绵。 TPU 加上海绵的设计，让这双鞋完全没有不跟脚的现象发生，你的脚后跟在运动的时候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固定。球鞋在内外两侧对于 Flyknit 材质做了一定的加固，所以你在摸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这一个部分还有这一个部分的 Flyknit 是更厚一些更硬一些，尤其是在内侧足弓的部分，它通过编织材料提供了球鞋内侧足弓的支撑。之前被问到比较多也是比较受关注的一点是这双鞋的脚踝保护。这个独特的鞋帮设计刚才在包裹的部分已经讲过，你在把鞋带系紧的时候，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动作，它都可以时刻勒紧你的脚踝，你的脚踝会一直感受到一种包裹感，这种包裹感让你在运动中很有安全感。在鞋帮的部分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有人可能会问，编织材料是不是强度不够，不如那种皮质或者塑料的鞋帮来的支撑性好？我个人完全不这么认为，我还是觉得这双鞋编织材料的鞋帮强度真的非常不错。而且在防崴脚方面，鞋帮的设计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你再坚固的鞋帮在脚翻下去的一刻，它都无法支撑你的体重，防止你崴脚，把你的脚踝扳回来，那是不可能的。我的右脚脚踝也有旧伤，所以我对球鞋鞋帮的要求实际就是能够时刻贴紧我的脚踝，给我一种包裹感还有安全感，限制我的脚踝在无意识下那种不必要的晃动，尽可能减少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我在以前的测评中其实讲过很多次，球鞋对于脚踝的保护首先来自于它球鞋整体的包裹性，它能不能自然地配合你的足部进行运动，其次就是它整体材料的强度支撑性，还有球鞋后跟的稳定性，还有球鞋前掌的防侧翻，球鞋中底的稳定性等等。所以我再次呼吁大家丢掉鞋帮护踝的这一个老思路。当然了，球鞋对于脚踝的保护仅起着非常小一部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你要经常锻炼自己的脚踝，增强脚踝的力量，靠你自身来保护你自己的脚踝。说完了鞋帮的部分，我们再来往下走看它的中底两侧。这双鞋很明显采用了一个中底上翻的设计，来提供这双球鞋侧向对脚部的支撑。对于这双鞋侧向支撑的感受就一个字，稳。无论我做什么样的变向过人动作，我都会感觉到来自侧面非常良好的支撑，而且良好的支撑性加上良好的抓地力带来的是非常清脆的变向感受。而在鞋底的外缘应该是为了增加鞋底的灵活性，在这双鞋上并没有采用特殊的防侧翻设计，但是虽然它没有做防侧翻的设计，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球鞋防崴脚靠的是它整体的包裹性和支撑性，它能不能完美的配合你的脚步，毕竟你的脚外面没有长出一个很大的防侧翻块吧。这双鞋就像欧文二代还有三代一样，真的是非常稳的，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心侧翻的问题。接下来来看透气性，说实话这双鞋虽然是编织材料球鞋，但是它的透气性并没有非常的好，它并没有采用特别的透气孔设计，只是在脚背的部分它融入了 TPU 网布，这个网布大家可以看到是透明的，它你甚至可以看到穿这双鞋的人穿什么颜色的袜子，但是整体的鞋面被它包裹得很紧，而且有些部分的 Flyknit 材质非常的厚，你的感觉就像是在夏天穿了两双非常厚的毛巾袜。下面来到耐用性，之前提到了它采用了一种新的编织方式，把 TPU 材料融入到传统的尼龙线里面，这种 TPU 像是编织鞋面的保护层一样，它处于这个鞋面的最外面，所以一般的刮蹭如果不用刀砍不用钉子扎，这个编织鞋面我觉得是不会破损的。
正常穿着是没问题的。而且如果你只在内场穿，或者是在干净的外场塑胶地穿的话，它的鞋底耐用性也是很不错很不错的。所以在耐用性的方面呢，我给它一个高分，并不意味着你可以穿它去任何的场地去糟蹋。毕竟现在中高端的篮球鞋都是为了打内场而设计的，而且现在甚至有很多鞋你在打内场木地板的时候都会产生非常明显的磨损。具体的例子比如说 Crazy Explosive Harden Volume 1还有KD9等等等等。和近期的其他高端篮球鞋相比吧， Hyperdunk 2017的耐磨性绝对是出类拔萃的。来到性价比的部分，这双鞋我是在意大利罗马的实体店入手，花了我180欧，真的是很贵啊。在美国这双鞋价格是160欧，但是在美国你不同的州要付不同的税，所以和欧洲实际差的不是很多，稍微便宜一点。虽然价格很高，但是它的价格相比于前代Hyperdunk 2016的 Flyknit 版本还是便宜了不少，而且这个性能如此出色也对得起它这么高的零售价。如果以后能找到给力的折扣的话，这双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现在总结一下，这就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心目中的最强实战篮球鞋，而且它很有可能是2017年年度最强实战鞋。超强的抓地力，完美的包裹感，顶尖的支撑性，加上全新的中底科技 React。 可能从账面上看，单拿出某一个部分它并不能达到一个最强篮球鞋的标准，但是它强就强在它把一双鞋非常完美的整合在了一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脚感。这双鞋穿在脚上，简单来讲就像是你脚部的延伸，轻若无物，而且它的反应非常灵敏，非常有弹性，完美配合了我所有在场上的运动。而且我甚至感觉到穿着它可以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激发自己的运动能力，或者说实际就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运动能力。而且可贵的是，这双鞋几乎挑不出它什么缺点。要非要说缺点的话，试穿的时候感觉偏硬算缺点吗？你买它不是为了试穿，不是为了走路，你是为了打篮球。还有可能是鞋底会有些吸灰吧，但是所有橡胶鞋底都会吸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罢了。这个双鞋吸灰的程度并不算强。这样一看的话，它的缺点真的很难找出来。终于到了给总分的时候了，这双鞋我要给它的综合评分是 A 加，没错， A 加，这是在我的评分系统里面能给到的最高分数了。在我心里，这双鞋已经成为了一双可以比肩 Air Jordan 28我之前最喜欢的实战篮球鞋的位置。而且从耐用性等方面上来讲，我觉得这双鞋已经超越了28的实战性能，同时它还取代了之前我最喜欢的扣篮用鞋的地位，那就是 PG1。 之前我最喜欢穿的它扣篮，但自从 Hyperdunk 2017出现以后， PG1 不好意思，我的最佳扣篮用鞋要改成 Hyperdunk 2017了。好了，既然我给了这么高的一个评分，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已经举起键盘准备开黑了，但是我还是奉劝大家，如果你没有穿过这双鞋，连试穿都没有穿过，更别提穿它打过球，我觉得你先不要妄自评论，你一定要先去试穿一下这双鞋，最好入手一双，然后打打球，你就会知道这双鞋的性能到底是什么样。当然了，我今天测评给它的评分是从我的主观实战感受来出发的，你可以说我仅仅代表我的个人观点，但是我对比了很多其他做测评的人，国内的国外的，得出的结论基本是一样，也就是说我觉得我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穿过你就开喷 no， 但是如果你已经实战过，觉得这双鞋真的不适合你自己，或者你真的很不喜欢， OK，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当然了，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喜欢的球鞋和自己不喜欢的球鞋，不然你说球鞋厂商生产那么多球鞋有什么用呢？他直接生产一双最好的，所有人都去买就完了吗？好了，非常感谢还在耐心听我吹这双球鞋的你们。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评论还有转发，在评论里面留下你对这双鞋的看法。如果你也实战了这双鞋，不要忘了在评论里面分享你的实战感受。还有最重要的，不要忘了关注我的微博虎扑、Instagram， 还有订阅我的优酷、YouTube 自频道，这样你就可以收到所有我的最新视频更新。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你们观看，感谢你们支持。Is this the best of the year? And this is Enzo，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